第三十四题，周期表中具有相同的原子序却有不同质量数之原子称为同位素，已知氯的原子序为17，自然界中有 76% 的氯原子，其质量数为35，则下列选项何者是氯35的同位素？同位素有两个说法，说法一就是题目上所说的原子序相同但质量数不同，说法二就是质子数相同但是中子数不同。我们看到氯的原子序是17，而原子序呢就是所谓的质子数，所以呢表示我们的氯的质子数是17，它的同位素的质子数也必须是17。我们发现只有选项 A 呢质子数是17，同时呢质量数是所谓的质子数加上中子数，选项 A 呢就是17加上20就是37，诶，这37的质量数果然就跟它所写的氯35的质量数不同，所以选项 A 是没有错的。所以第34题说，则下列选项何者是氯35的同位素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质子数17，电子数17，中子数20。